帕林单场冲球马超越高登 ，NCAA 纪录一周内连续遭冲破。奥克拉荷马队的粉丝不畏风雨，周六在纪念体育馆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一年级新人萨曼吉帕林以单场冲球427码成绩刷新纪录，并达阵五次，让捷足先登者以44-7轻松打败堪萨斯队。四分卫奈特因脖子受伤在一旁休息，而接锋学霸也因下体受伤无法上场。最后，捷足先登者只好派出180公分、110公斤的小挖土机来应战。帕林能打出如此成绩，也是有贵人相助。但有趣的是，那些都是敌对的稻草鹰们，不知为何稻草鹰防守烂得要命，也不擒拿。弃踢员也莫名其妙的很怕球，这到底怎么了？当帕林听说他在几步就要破上周威斯康星大学跑锋高登的冲球纪录时，他原本想在第三局就下场，但队友们却不让他这么做。结果就这样写下历史了，谁晓得下周会怎么样呢？